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边境生存三，边境不是啊，边界生存三，亚特兰提斯的崛起。上一集的最后，我们为了一颗钻石，结果什么东西都没了。我现在就是要拿回我失去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不停的往上爬，连开场白都还在往上爬。好啦，不讲这么多了，赶快往上啦，冲！我冲！我拼命的往上冲！哦，开箱，开箱，开箱！夜市。我竟然拿到这些东西！水下呼吸，先喝水下呼吸，我快没气了，我快没气了，赶快先喝一下哦，重要的药水。哦，先喝一下，好加载，好加载。我喝到水下呼吸了，把这些拿走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拿走，总之就先拿走。走，这里，继续往上，出来咯，哎呦，捡到我的东西了，有东西，有东西，喂，先挡，挡，哦，好痛，好痛，我先回去，先回去，哦，拿到东西了，拿到第一波了，哎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裤子。很好，好，很好啊你，只有一条裤子，同穿一条裤，喂，赶快下去，哎不，不要这样嘛你们哦，真是的，尖刺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个箱子，哎呦，有鱼哎，还有什么水下呼吸药水。赶快先喝一下水下呼吸，喝下去。啊，这些精力要不要带着？不要啦，精力和冰的结晶都先放在这里。先走，继续走，继续往上走。我们要挑战。不是，我不要挑战，我不要钻石哦，我先不挖钻石，可不可以？我只要先回家。哎，这里还有香水。不是，我不是要回家，我只要先把我的东西拿回来，这个先不要，先喝夜市就好了。我只要把东西拿回来，我就满足了，好不好？我的愿望就是这么的渺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大大可以吗？小心谨慎，往前进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这里有东西。哎，吸到了，呜呜呜。吸到酷酷了，我的酷酷，哎呦，他的射线在那边射，我差点就要中标了，喂，我挡起来，我挡，哦呦，又挡住了，又挡住了，赶快，我的东西在这，我挡不住了，我又吸回来了。又吸到一些东西了，哎，有帽子，赶快戴起来。有帽子，有铁矿，有铁铲，有弓箭，我好像很满足了。我不要再过去了，好不好？也还要再拼吗？还有我的铁装是不是？还要再拼吗？这样拼得到吗？哇，拼不到了，要死了。要死了！不！要死了！我又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希望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我本来想说，希望能拿回我的东西的。在这里面，我的东西在这里，不要再射了，你们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不是这一格哦。那我在外面走爽的哦。东西在哪一格？不要射了，不要射了，不要射了！挡！这里吗？不是这一格。我挡！不要射了！在下面。哦，原来都在这。吸！啊哈哈，都吸回来了哦。九成都吸回来了。我的鞋子铁镐不见了啊！算了啦，我吸回这么多，我应该要知足，对不对？人知足常乐。我应该要回去了，我不要挖什么钻石了，先回去了。谁跟你们在这拼呢？也不是要先挖钻石，我下一个一定要先把那个
先把他的生怪箱挖爆才对。哪里可以呼吸？让我呼吸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回来了！哎呦哎呦，回来都不得安宁哦。我没有拿到铁剑啊，算了啦，我拿回二十颗铁矿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我觉得我应该要把这边改造一下，不然走上走下有够麻烦的。嗯，还要跳上跳下，嗯，跳上来都饿了，肚子都饿了。啊，在哪里？一直啪啪啪，吵死了！出来哦，吵死人了！哎，怎么上来就没有了？哎呦，上来就没有了。这里比较大声，他不会是在边界外面跳吧？这样我打不到哦。跳去哪里了啦？在边界外面跳哦？啊，这也太邪恶了吧！哎，在这里找到了，你怎么可以跳到这里来了？终于找到了，有够会跳，打死了吼！哎，我可以做那个了，哎，海灯笼了，做一个海灯笼来看看。海灯笼，哎，跟 TNT 的做法很像，这样做出一个海灯笼，就这么一个，这么辛苦。才做出一个，哎，这么辛苦哦，去烧鱼来吃啊！我这一次要决定要带一些门出去哦，带三个够吗？不要浪费了，我木材就很少了，不能这样浪费，带三个门，然后去上面挖，把这些门打走，打这些门，我决定要带门。去跟他拼了！哎，我决定正式把家搬来上面，然后在这边做楼梯，可以走上去，就比较快到达上面啊！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比较快？应该有吧。总之挖一下啦，然后用石头石阶。为什么用石头？因为为什么用石砖？因为这些石砖留着也没什么屁用。还不如全部拿来做楼梯，完成了。欸，我这边已经铺好一个可以直达刚刚那个直达吗？就是要走，一直走楼梯啊，走楼梯走到我们的那个这里。哎呦，不是，走可以直接走上来啊，可以看到一堆怪，然后。再往上跳就是要开始那个游泳了嘛，开始游泳开始，就咕噜咕噜咕噜，哎，这里我看一下，我刚刚上一次在这边发现很多箱子，有很多精力我没有拿走，哎，找到了，上一次我发现这边的四颗精力一定还有。还有更多我留在这边的精力，来，我今天就是把你们通通带回去的，刚刚没有办法用的精力，现在都带回去。哎呦，还有很多药水和生鱼哦，很好，都带走两个小麦了，差一个，我就可以突破了，我就可以做出面包了，我就可以多一个成就了，就差一个。这里好暗哦，我把我的石头放在这里。嗯，这样够亮了吧？亮，够亮就好。继续去找我的箱子，哎，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我有点紧张。等一下，我的木门阵，嗯，喂，小心推进，喂，这里木门阵一片，木门阵再一片，木门阵好多片。哦，这样子你应该打不到我了吧？哎，三木阵，哦，这样应该很安全了吧？我现在来挖钻石，啊，挖，挖爆了！啊，取得钻石了，耶！挖爆你的生怪箱！不要射我，你们走开啦！可恶哎，你们，我要先离开。哎呦！呜，又被射了，又被射了！哇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！哇，
可恶，我差一点点就挖爆了，就差这么一咪咪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只吸到一颗钻石？哦，我只打破一颗，但吸到一颗而已。等，他太凶了，东西要崩了。我以飞快的速度游回来了，到底有多快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总之很快，而且快死了，太快了，这个速度太快了。哎呦呦，吸了一下，吸了一下。飞快的速度，游回来了，游回来了，快到不敢相信的速度，哎呦，想偷射我，真的是，只拿回胸甲而已，这样怎么行？还有一些生鱼，这个是什么？水下呼吸药水，喝一下，水下呼吸喝下去，永保青春和美丽。来了，关门，开门，东西喷到哪里去了啦？我很想知道我的东西喷到哪里去了。哎，前面有小麦、石头。哎，不要打我！不要你们！不要再射了！不要再射了！哎，东西在后面。哎呦呦！不要再射了！不要再射了！卖够虾！卖够虾！卖够虾啦！我游回来了，我的东西。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哎呦，我的东西都卡在这里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都还在，都还在。哎，挡好，挡好，挡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一直在扣血。哎，水下呼吸药水。哎，快溺毙了，溺毙了！哎，我竟然溺毙了，实在太蠢了！哎，蠢毙了！我又游回来了，这一次一定不要犯蠢了。水下呼吸药水，这是夜视，这个是水下呼吸，我要喝水下呼吸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夜视药水也喝下去。哦，赶快躲起来，躲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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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。哦，我就不相信你们还有什么绝妙的角度可以偷射我。我现在就要去挖爆你的生怪箱，不要阻止我。喂，你的生怪箱在哪里？生怪箱呢？哦，在上面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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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不要偷挡我了，不要挡我，不要偷射我！啊，还是死了，还是失败了。他们的绝妙角度让我防不胜防。只剩半格血，只拿回钻石，我的水下呼吸帽没了，飞掉了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先回来了。有拿到钻石啊，总比没有好。啊，东西先运回去了。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啦。啊，有拿到一个成就哦，有钻石的成就了。我们下次再会啊，拜拜。